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Mr. Mao 水哥乐团。长征之地三师力做开场、啊，也很开心能够跟 Prince One、BRH、北乐团一起表演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支持这些台湾的独立音乐活动，让这些活动的风气继续盛行下去。然后当天的活动是5月29号下午5点，在高雄市的劳工娱乐中心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支持哦。